乌敦文化中心至今有652件藏品，那我们的藏品非常的多元，从雕塑、从绘画、从摄影等艺术类别都有。那我们这一次主要的典藏摄影展是展出从82年到88年彩笔画故乡的作品，摄影者都是那时候都是大专生，那他们用他们的慧眼用他们的爱心耐心来看待我们的故乡，所以的话在这边可以看到故乡的种种的美。那我们除了这个典藏的摄影展以外，我们也典藏那个我们丰原有名的蒋义兴医师的作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的作品的呈现方式以及那时候的风光。这些作品其实蛮多元的，那我们这次可以以大甲溪作为我们的主题，我们从上游到下游，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大甲溪两岸的风光。大甲溪一直流到了大甲出海了，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 台中无期的台中港，那这个无期台中港是我们10大建设之一，那我们的台中港因为有了台中港让我们台中变得更富庶，那也让我们的进出口更方便，那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吞吐量非常大的港口，也可以从中看到说我们海线之间的经济繁荣以及它之间的惊喜的差别。来到大甲就不能不谈到我们的镇南宫，那这一幅是魏永玉老师的作品，那取名叫做祈福，那我们可以从香烟袅袅之间看到说我们海线人民对于大甲妈祖的信仰之虔诚，那也在香烟袅袅之间把我们的爱跟祝福传播到天上去，也希望说大甲可以希望大甲妈可以保佑我们台中的各个市民能够安居乐业。都知道说秋冬季节就是我们蛮花盛开的季节，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看到大甲溪中游的蛮花盛开了，那荻花瑟瑟那尖霞苍苍的这种落寞的景观，沿着大甲溪已经来到了我们大甲溪的下游，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林坤正老师的大甲车站的作品，那这是大甲的旧车站，我们可以发现说大甲到现在已经是蓬勃的商业城市，我们可以从由照片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景象，那也可以产生惊喜之间的对比。
这件作品是东市杨春潭先生的作品，那这一件作品的作品名称是大甲溪之美山。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大石头跟小石头那两个浑白的石头相间，我们可以看到说自然而然所产生的鬼斧神工的力量，那也可以看到说两件作品在这边互相呼应，也产生大小之间的反差的现象。知道我们台中市的变迁与文化，那一定要来我们葫芦敦化中心看我们这次的典藏摄影展。